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葬花。那游戏是3月27号重新开放下载，可能3月25号有点问题吧。那测试时间到7月1号。游戏是暗黑桃花源，然后文字冒险游戏，就是看对话，可能有一些选项吧，我在想。好，那这边有设定吗？语言的话，好像就有繁中哦，哦有繁中。好，这边有一些音量吧，还有一些文字叙述。因为是文字冒险游戏嘛，从头开始，可能游戏时间大概2到3个小时，你就会有一个结局可以破关。我看了一下那个其他玩家的留言啊。那我就稍微玩个10来分钟，体验一下，看看画面啊，看看一些剧情怎么样。他说是暗黑桃花源嘛，所以应该是会跑到桃花源去，因为那个陶渊明嘛，哦，古代有一个陶渊明写一个桃花源，国中应该都背过吧，国高中可能都背过，我已经忘了啦。也有一些生存游戏是以桃花源为背景题材的，我之前有玩过。然后这边是以我们第一人称吧，我怎样我怎样，就是会有那种代入感，所以应该是不用取 ID 啊，就用我来自称吧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是3月28号，3月29号要出那个奥丁。审判吧，广告一直打，我应该会玩一下啦。之前那个在测试的时候，我有玩一天吧，玩一期而已啊，一期还两期忘了。你没事去山东干嘛？应该说我们没事去山东干嘛，对不对？山东有时候会有野兽啊。兽血，好，来到了一个明亮的一个地方。桃园的诗怎么讲啊？好，待会看一下，这边没有自动播放哦，怎么自动啊？这个是自动是不是？哦，有自动，这边可以展开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些设定，可能可以看之前的一些对话，搞不好也可以看吧。然后可能有存档或读取之类的，因为这是单机游戏，我们没有账号。桃花源记嘛，哈，魏晋有一个作者叫陶渊明。大家应该知道，他的那个文字叙述是说：“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若有光，便舍船从口入。”大概是这样。哦，什么？忽逢桃花林，峡岸数百步之类的。这些以前都背过啦，桃花源记应该很多人都背过，但是真的完全忘光了，顶多只记得第一句吧。晋太元中，武陵人，捕鱼为业。啊，有良田呐、啊，然后又有一堆人，然后那个里面的人看到我们很惊讶，大惊，问我们从哪里来。哦，你看这个大陆，他们也是初中是不是？不会吧，马萨克！好，上人出现了，有语音，纪明，所以我们叫纪明是不是？男主角叫纪明，秦汉时代的古装，可以稍微大声一点。
游戏是《暗黑桃花源》哦，哦，《暗黑》系列，结局可能不是那么美好吧，会有一些悬疑吧，或是恐怖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恐怖啊。明白了，看来是护月神指引你来到此地，来者便是客。客人，我带你去村里吧。对啊，这个什么呼月神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名为双双花。花，这有点那种日系的风格哎，因为他穿的有点像那种和服啊，唐装是不是？然后刚刚有一些樱花，你看那个樱花。它可能叫桃花，是不是？神女大人回来了。她是神女哦。旁边的人是谁啊？天外来客。自己说自己是天外来客哦。问大你，牛，你为何来此？不小心迷路来的啊。大牛，他不是坏人。马上就有人帮我背书了，大牛，来者便是客，不经考量便对他加以判断，未免有失礼数啊。我是这里的村长，旁边这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叫大牛，是村里的玩这种猎人。AVG 游戏就刚才啊，是要慢有慢些玩，失礼了，慢慢看。请问客人对我怎么很称呼啊？少玩吧，以前小时候比较爱玩啊，小时候游戏不多，会玩一些比较偏18禁原的或来者如 H 的，此。如果因为文想字要游找戏人大部的分都做话，成你可以恋在爱嘛，此恋爱文住字。上几日。然后或者是一些18禁的，可以追女生或干嘛的，然后会有很多路线图让你去追求，成功了就可以约会，培养好感度这样。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选项可以让我们选呢，我想应该会有啦。初来乍到，不会是只有一个路线而已。在村里逛逛，了解一下啊，可以自己逛逛了。不过啊。时间不巧，哇，杀鸡马上做便入夜了。色酒，入夜前，肚子饿啦，当然要啊。过几天就是桃，好，这边按快一点。它是有语音的哦，有语音的，大概是全语音吧。出现了这个，应该是我们的那个角色。你们快尝尝这个菜，这个村妇做的，甲，小女孩，这个路人吧。没有名字都是路人，来，这个就跟那个桃花源一样啊，就吃饭嘛。然后后来离开了之后就找不到了。记名啊，现在外面是秦几世当皇帝啦？秦始皇，哇，他们是秦朝的很多年前。那我们应该是扮演现代人吧？这位小哥，汽车，奇了怪了，没有生命。
哇，这个男主角怎么那么理智啊？季明会住在村里一段时间，一直在那边分析，然后还可以从他们语言去分析，也是啊。快要入夜了，季明啊，晚上不可以出来。护月村有个规矩，这让我想到那个有那种日本的那种民俗，房门千万就是到那个朋友家做客，晚上可以去爬他们家的老婆，好可怕，好神奇的那个习俗，就可以爬到那个对方老婆的被窝里面去做你想做的事。忘记那叫什么了，之前好像看过那个古代日本古代有那个习俗。哎呦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任何选项可以操作，已经过了11分钟了，所以你要玩这种游戏之前，你要先知道它是这样的玩法，不然会受不了吧，应该会受不了。以现在手游那个速食文化，什么都要快，什么都要很快这样进展。啊，就是一条路线这样让你看剧情。哎，可以出去了。奇怪，村长这样也不能出去，你还要出去，硬要出去，还要讲半天，解释半天。内心戏演半天就是要出去。好，我们就玩到有选项出现为止，剩下就给自己来玩，自己来玩。如果想有兴趣的话，反正可以测试到7月1号嘛，应该就是两个小时就玩完了这种游戏。哎呀，出现了，出现这个选项。好，那我就先试玩到这边。啊，先去都灭好了，好吧？有选项可以选呐、哦，这样才会有故事，有结局不一样的结局，不一样的支线嘛。那这应该是悬疑吧？悬疑解谜，没有什么爱情啊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爱情。好美，他说的啦，好美，就。湖水，然后山、星空、萤火虫，这个这辈子没什么机会看到这种画面的，因为现在空污太严重了，只能去山上啊，湖水看看有没有，城市里面是看不到的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有美少女出现了，相间。你偷窥啊你！跑到人家村子里面半夜出来偷窥，双花吗？像吗？那你就要记住哦，我们刚刚选的那个选项，然后会遇到谁？就是那些对话，你要稍微记住。为什么来这里？双花夜晚的他是不是？白天定的规矩。然后变了一个人，哇，这个不错哦，难得啊，难得大陆手游有肉啊。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台服啊？不然他怎么会出现繁中啊？我还没查询啊，我来查询一下，搞不好台服有、欸，玩半天就有台服有。好，好像没有。他是捕猎者是不是？黑寡妇要把我们吃掉，就是黑寡妇那种蜘蛛，不是会把母蜘蛛会把公蜘蛛给吃掉，当作养分生小孩，就是交配后没有，然后把它吃掉，当作养分。黑寡妇好像是这样的蜘蛛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印象中是这样。哇，被他咬了。
当然是银河啊！你看这边有三个选项，银河乱选。今晚好，到此为止吧。今晚就到此为止吧，各位，想玩的就来吧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这类型游戏年轻人喜欢吗？这种比较偏重剧情的人会想玩吧？好，看起来她应该是女主角了，之一呀，之一。OK，那我就先试玩到这边。有兴趣的话，我把游戏下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